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为主作工，因被主慈爱感动，因被主慈爱感动。教会八月一号就开翻啦，你准备翻嚟崇拜未咧？其实地上嘅礼拜堂一直都有见证上帝嘅意义嘅，咁而我哋每主日踏出家门，翻到教会去敬拜、去侍奉神，这个一直系可以帮助我哋灵命塑造嘅、哦。咁所以如果有机会，就要把握，我哋让我哋一起去重拾呢一个嘅习惯啦。这次重启实体的崇拜，我留意到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登记，也是一个家庭坐在一起，这样呢既安全，又一家人包括孩子一起来敬拜神，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实体一起敬拜，台上台下即时的回应是敬拜的要素，这一样东西是我在过去十几个月非常之 miss 的，再加上我们可以回去满地可华人宣道会这间这么漂亮的礼拜堂来到专心敬拜神，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事。愿神的爱激发万众一心相依，耶稣生命光照，施加恩典掌声，因神的爱激发万众一心响应，耶稣生命光照，神的恩典彰显。大家见面咯、重启实体崇拜的安全指引。满宣礼拜堂将会在8月1日起开始第一期的重开计划，就等我们一起留意一下有关的安全指引，令到大家都能够预备好身心灵回到教会里面，一起维持一个卫生安全的环境来到进行敬拜和彼此相交。为了确保教会的座位编排能够遵照政府规定的人数限制，又有保持社交距离的需要，所以大家在出席之前要预先在网上登记，方便现场核对出席的名单。详情请留意教会的家事报告。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或者出现任何新冠的症状，或者是最近曾经离开过魁北克省等等，又或者是跟新冠病的确诊者有紧密接触的话，我们建议你参加我们的网上崇拜。有需要的话要及早看医生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有弟兄姊妹在灵里面的支持的。在进入教会之前，请大家在门外面排队，要保持社交的距离。入到教会接待处的时候，司事会首先同你登记，派发口罩给你，同埋提供洗手用品。之后就会邀请你进入礼堂，为你指示同埋安排座位。如果你是属于同一个家庭一起来的话，亦都会安排坐在一起的。程序上面，我们会尽量让大家在崇拜之前安然就坐。崇拜完了之后，请大家按照长执或者司事的指示，使用指定的出口离开教会。欢迎弟兄姊妹在室外继续的来往，但是都要记住保持社交距离啊。如果你需要用教会洗手间，
亦都要保持卫生安全的措施，按照指示排队去洗手间。为了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健康，请大家时刻谨记以下的安全指引：要佩戴医疗口罩，要保持社交距离，要注意卫生和勤洗手。每一次崇拜之前和崇拜之后，教会都有一班的同工进行清洁的，就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服侍主，守护这个崇拜的场所，无论是实体或者在家，都能够一起同心敬拜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